你做回你的东西啊，没有东西，就做回你的东西吧。有人想要录你好吗？就做回你的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是 Cosmic。今天呢，我就到了这边了，因为我也叫我来跟他一起跟那个凯俊拍东西啦。那么呢，既然我到了这边，我还一脸很blur 的感觉 ，OK， 所以呢，就是很呆呆这样子。我也不懂要去那边找，我现在就要下车去找，去把东西放在这边先啦。所以我再看，等一下有没有时间拍不拍到 vlog 给大家看，好了，那么呢，现在呢就走到了这边，文王爷乱路哦，你看，然后我们就在这边讲要拍宣传公益活动是吗？宣传公益活动啊，公益活动这样子，然后就讲要拍东西啦，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就在这边等着，到我们拍这样子哦，然后文王爷不用讲哦，他又是老梗哦，又是做什么，又是做抖音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头发的颜色很像 Cody 的那个颜色。你滚开啦，他根本就是在做业配啦，你看跟后面也是一样啊。Hello， 这是他们喽。我现在在打业配啦。业配时间。那他们呢现在就正在准备着拍摄东西了，我现在就给波机在外面偷拍他们拍东西，哈哈。原本这边感觉就像是那种很像那种古瓦宅在这边啊，跟那些歹楼见面这样子的地方，但是你突然间看到有个傻佬那边，我跟王爷两个人就在那边等了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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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不用及时到吗？ Once upon a time got a stupid boy named Cosme， 我就上面就是讲我。终于都轮到我们开始要准备拍我们的拍了，但是呢，你看文王爷还在那边很 relax 的在那边拍着他的抖音，哎，我不知道哈。好了，刚刚呢就在那边拍了蛮久的一段时间，现在终于换地方过来这一边拍了。你原来有拍过吗？有啊，顺便 JU 在这边。低成本就是这样了，我还要自己偷喝呢。好了，现在呢，终于都换另外一个造型来拍最后一个 shot 了，哎，终于啊，因为我们也拍了蛮久一段时间了，因为我刚刚早上11点多拍到现在都整快要6点了，20分钟，好了，刚刚就跟他们一起拍完了东西了，然后我现在就要回家了，从刚刚早上拍到现在已经整7点了，刚刚我整11点多到了，然后现在拍到整7点，好了，现在我要回去
冲个凉。秀这一集的 vlog 呢就有点无聊了 ，OK。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啊，因为刚刚呢我也有在拍摄当中啊，就是有跟他们一起参与这一次的戏份，所以呢就没有拍到一些 就没有拍到一些 shot 啦，所以就希望大家不会介意啦。那么呢，如果你们喜欢这一集的 vlog， 记得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 like 以及分享我这一集的影片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